动作很优美啊，我们女孩子指挥的时候经常会，那么大家还能多少看出一些性别上的这个差异啊，女孩子，但实际上呢，指挥对性别是没有要求的啊，对，我已经多次讲过这个话，指挥对性别是没有要求的，这个音乐它需要你柔美的时候，哪怕是我们是这个庞然大汉，我们也得做出柔美的音乐的提示，那么力量性的提示也是一样啊。